南投县保利镇公所及被投影爱工业派的党台旁的沙洲成果站，亚今年的镇公所当初欠天数沙期，对菜有几多资源，培养人才都执行应急，还个大帮民众来参加形成沙期强势的公民生意，希望上个下那多沙期强下工业，打出菜体沙期的特色。舞台起各沙期林登上来表演一年来的学习成果，白搭买蔬菜买各有特色。沙期推动的产业体啊，在被展示，同时没有卖。保利镇公所讲，镇内已经有38个沙期，希望做得鼓励大家抢下来，让做出菜体的沙期特色。哎，你沙期吼，平常时咧即家做即家嘅啦，啊，今日来参加了成果展吼，去来交流来学习嘅。希望讲沿沙期未来要做更加好一些。啊，有一挂社区也无来参与这社造的部分吼，会当讲啊激发因会当共同吼啊来打造幸福的社区。啊，这就是爱鼓励吼，咱每一个社区吼会当投入。为着沙期酿造的工作，还能合符合到菜地居民的需求，镇公所提议两年上网推送公民生意的参与方式，就是为沙期居民做着改变传统，对上头要求下辈做点做的计划，讨论出最合符合到居民需求的计划。大家一起来研议，一起来讨论，讨论之后，然后形成共识，就会变成说我们要去执行的一个计划。这样的方式比跟传统的计划。比较能够贴近地方，由公民审议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里面，让我们的社区居民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。保利镇公所讲，天天鼓励发沙皮就会多，希望各沙皮都得上网来参加提拨计划，让超出福利发的沙皮，安尼老人家就做得在家乡安乐，同时得到最好的照顾。下个新闻的风气，南投报道。